那有人问教练，咋越来越直了？为啥不是之前的斜坡了？那我们现在已经比以前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挑战更难的。好，我们先挑小班的同学站起来，小班的同学站起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，开心，开心先来。既然只有一个小班的同学，我们，哇，开心，你把裤腿扁那么高，咱们不是下海捉鱼呢。咱看看开心跑得怎么样，预备，我给你再放低一点。如果开心上去，所有人要给他鼓掌，我还要奖励他，好不好？好。预备，跑，加油，加油，一二三，走，上。哎，你咋不上呢？太滑了。那你再来一次，我再给你放倒一点。啊，他是小班，咱们就多让他跑一次，但是你跑得太远，力量就少了啊。走，加油，看着你的目标，在上面跑，加油。哎哎呀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走吧，走。哎呀，哦，好，停，安静，起来。开心的鞋时间太长了，确实有点滑。开心，咱把鞋脱了来一次吧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，来。我跟你讲，确实不是开心的问题，只是鞋的问题。哎呀，去吧，快，快去。啊，就一次。来，预备，你光脚跑得快，绝对能爬上去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试试，去吧，啊，去吧，去跑一次，预备，来给开心鼓掌，加油，来，加油，对，开心绝对能上去，刚才是就是鞋太滑了，预备，跑，加油，加油，上上上上，掌声，好，下。哟，你再转身一下，开心，你说教练说的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鞋太滑了？开心本来能上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下一次咱们再换一个抓地的鞋，行不行？嗯。你会穿不会啊？会。真的假的？你还会穿？还会穿袜子？咱就看看开心能不能穿上。谁说的？我跟你讲，有的同学在家里边从小都开始自己穿衣服、叠衣服、穿袜子。有的同学到8岁他还懒得叠衣服，懒得洗鞋和穿袜子。你看一下开心，教练都不帮他，让他自己来。以前的开心来老是哭了。哎，对，哎呀呵，很棒。哎呀哈，这么长的袜子。厉害呀，你看人家穿好还知道整理一下，等一会儿我看看其他同学你知不知道会穿鞋吗？那边你不用解了，我给你穿吧，这个鞋有点难，下一次教练给你发比较好穿的鞋，行不行？带魔术贴的鞋。起立，来，开心，你告诉教练，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棒了？是。往后去，我们好好练，争取变得更棒，好不好？好。行不行？行。有信心没？有。来，记个掌，一二三，拜拜。